我开了哈。嗯。折腾半天。之前的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晚上好。嗨，晚上好。感觉都快要睡了，开的有点晚了已经。你干啥？怎么还醒开鼻了？开始默默的醒鼻子。谢谢，谢谢你是谁呀的礼物。老刘哦，那个照片他也发我们的那个群里了，就是有一点像，但是那我觉得那个女生的眉毛跟我很像，是我能画得出来的眉毛，但还是那个人比我更好看一点吧，我没有他那么的丰满。今天晚上我刚看了一个电影，叫那个什么，哎呀，一个破案的片子。谢谢，谢谢幽白的礼物。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在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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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呀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就是在一个船上，然后就是有人死掉了。然后要破案，是什么泥什么河，泥流河还是什么？完了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嗓子好痛啊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哑掉了。哦，尼罗河惨案，对对对，就说是什么呢？对。看得我有点害怕，吓，有点吓人的。主要是那个很黑，影院又很大，然后我又是一个人看的，就谢谢礼物，谢谢芬里尔的荧光棒。哎呦，我怎么嗓子有点哑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老版吧，我没有看过老的，有可能是以前的，然后也又重新上映了一次，有可能。不知道，你们不觉得我现在声音很有颗粒感吗？
我感觉有一点囊囊的感觉。可能是我熬夜了，昨天熬夜了，有点囔囔的感觉。BGM 看一下，陪你看星星。天哪，我确实哑掉了，不行，我得喝水，好难受。是我们单身通道的团建，哎，是有点痒，头疼。我们房间以前还有那个糖浆来着，不知道是给我喝是我的吧？哦，你的嗓子的是吧？对，买了好多瓶，每次就喝完就不见了，喝完一口就不见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喝的。嗓子真的好难受啊，巨难受，哎。我感觉我要变异了。哎，期待明天的团。哎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期待，比起期待更多的是焦虑。但是总是要经这个要经历的。已经不知道不会说话了啊！我不知道啊，你有通知吗？是12点就开始直播了吗？我们明天，应该先在中心，然后再出发什么之类的，是不是全程直播呀？主要是单身通道里大部分都是熟人，也说不上交心的朋友。哎，这几天真头要炸了。是，但是还有很多是我们就是我们队人很多嘛，还是有一种感觉像是我们队要团建的感觉。如果是把它当成单纯的玩，那是挺开心。但是我们明天就是有一些很，就是一些规则和选择，就很头疼。我不说了，不然很容易暴露。让原本焦虑的人更加焦虑。脚有点麻掉。哎，没什么了，都交给缘分吧。相信缘分，我就做我自己就行了。什么呀，你这话说的，谁愿意当那个保底的人呀？你可真会说话。人家有人好不好，怎么就保人家保底了呢？还行吧，我只是嘴上说焦虑，但是哎呀，肚子叫了，肚子在消化。明天得起早一点，我们这个是
抓了鸠排这个顺序的。吃了，吃的海底捞，吃的我胃好难受啊，太辣了。吃了，今天人嗓子难受，肚子难受，丢了魂一样，现在太辣了，就是有点油，然后嗯，你下次应该调一个解辣的油底啊。我调的就是油底来着，哎，不知道为啥，就今天那个福袋吃的现在胃烧，感觉胃里面有一团火。下次别点福袋，我又不吃啊，但好吃的。那确实，你就下清汤锅呀，确实你这样下辣的，你下辣的的时候我就心冷。我以为你也吃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沙哑了已经。看11:13，哦，11:13了。你看大家应该都很期待明天的课。对，多喝水，多喝水。Hello 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当然是要自己先选自己的心动的拍档啦。心动女嘉宾。谈不上心动吧，只想找个跟我相似的人就可以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穿这个好像老婆婆。老婆婆汗衫，哎，可以吃零食了吗？这不没事做吗？吃吃零食来掩饰我的尴尬。这个吃播，这样子就少说点话。我不行，我小鸟胃，我可比不过茶茶跟小包，他们比较厉害。他们分出胜负了吗？他们今天比了吗？他太差了吧，第三名。哎，就一天光是嘴上功夫。昨天还在那
大言不惭的在那说，好像自己能夺冠呢。好家伙，还拿了个第三。第二是倩楠吗？不嘲笑他了，我就在直播间里吐槽一下吧，不然又说我杠他。这人的声音怎么那么……这个吗？嗲。这应该是一个小甜妹唱的。再吃一个吧。那零食好吃。最近好像是瘦了点，昨天叉叉还夸我瘦了，非常不错。继续保持。不会吧，就个这还能看饿了？那看来还是没吃饱，吃的少。他们那个也没有比赛，就是没有惩罚吗？输了的还是赢的有奖励吗？不会就是单纯的就比完了就完了吧？喜欢惩罚是什么？想知道。跳脱衣舞了吗？哎，还不如让小包输呢。哎，可惜了。哎，张雨欣这么不争气，怎么就输了呢？说妈妈应该很可爱吧。这项运动很不错，消化。你们会晕吗？应该是你们看的人晕吧，我还行啊。你是那个花吗？你是喇叭的？不倒翁。头发脏了，我该洗头发了。这个脏脑门。Hello 啊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
应该把我的打光板拿到这边，他没给我打光。奶奶也到了该睡觉的时间，催眠刚好，催完就入睡了。那个打光吧，它就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感觉并没有给我打到什么光。这个要有光才能反射，好吗？啥意思啊？我的脸不能给它反光？就是有阳光才能反射，或者是有一个灯光才能反射。就这么生打不行啊？不行。哪有光、啊、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打了光还是没打，那反正不黑呀、啊。我主要是我当时在淘宝上买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图片感觉就刚刚好，谁知道买回来这么大，跟我人一样高。哎，给我的眼睛铺垫布丁。我像蜡笔小新。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吗？我倒不会把台灯买成路灯。Hello 啊，怎么会把台灯买成路灯啊？怎么还有贩卖路灯的呀？他是不是卖的是灯泡啊？好神奇、啊、好好笑啊。拿着还是说明是真的有钱，还是有钱呗，还能买真飞机。哎呦我天哪，因为你看它都作为一个模型那么贵，它都愿意掏，何况一个真飞机。感觉明天要到好晚。哎，我鼻子这长了个痘。哦，好吧，也不紧张，说不来。对啊，我不紧张，只是觉得比较重要吧，这个选择。
抖什么好，没有焦虑，又在那儿懂懂什么啊，懂懂懂不懂啊。其实想简单一点的话就很好选择，你喜欢谁你就或者觉得谁适合选就是了，但如果要想多一点的话就有点困难了。所以我希望我就能简单一点吧。Hello 啊，晚上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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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哇，自拍很轻松啊，自拍你就对着脸拍就好了，他拍比较累吧，因为他拍你要找角度灯光，自拍还好，自拍你当下就能看出好不好看。 Hello 晚上好，还好吧，我长得一般吧，也不能说，我觉得我算是耐看。我拍照也很难拍的，只是我比较适合他拍吧，看状态吧，状态好的时候拍就还行，状态不好咋拍也不得行。我怎么就不自知了，我自知啊，我自知的，只是不想让我的粉丝过多的关注于我的美貌。因为我除了美貌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东西，美貌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对我来说。谢谢赵大帝的礼物。对啊，不多关注一下人的才华吗？我希望大家喜欢我是因为我的才华。哎呀，控制不住我的嘴角。Hello， 这个画风跟赵宇是有点像。我可比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师傅教。怎么会跟他想？我可比他温柔多了，他那么聒噪。那么聒噪，张雨欣昨天说我娇蛮，我没有吧？你们觉得我很娇蛮吗？他说我给人的感觉我很娇蛮。谢谢葱花人的礼物。我觉得，就他觉得我很杠，觉得我不温柔。可是我明明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他非说我不温柔。我觉得就是。这个人的问题，我既然可以对有些人温柔，就说明我是有温柔这项技能的，怎么就到他那儿就实施不了了呢？不能怪我吧，我觉得，娇蛮开心。丧失话语权了，让他这个嘴上这个说乱立 flag， 越嘚瑟的一般就输得越惨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他拿捏不了我。那这他拿捏不了的人很多不？哭了，真假的？为什么？是太顶了吗？吃顶了？他
们都不，你不能就点喝的吗？生吃。我想知道他们就是今天比拼的这个饭，这个饭这个量是多少啊？就是个什么标准呢？主要是我感觉比这个吃饭多么不健康啊，这把胃给吃坏了可就得不偿失。汉堡套餐一碗，馄饨一碗，比谁吃得快吗？我平常在剧场吃一碗馄饨就饱了，一碗馄饨，一碗螺蛳粉，汉堡，薯条，好家伙，确实多呀，还有一个蛋。谁啊？小包。那不意外。小包拿了第一，陈倩楠拿了第二，还多吃了一个冰淇淋。果然，我们小包就是。所以小包怎么还那么瘦啊？他也是那种不会胖的类型啊，我现在才发现，确实小包就是一般很爱吃零食，每次我看大家都吃完了，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还在那儿吧唧吧唧。小包胃口好，都吃完，速度有差。好好笑啊，我不行，我要是这么，我要是蛮吃，我可能要掠出来，我可能会吐。我觉得叉叉是因为他压力太大，因为他抱着自己必赢的这个决心去参加这个比赛，然后在吃的，他一定是在吃的过程中感觉自己要落后了，追不上小包跟倩楠了，然后呢这个心情就很复杂，所以他就是想要哭了，对，心态崩了，都怪他昨天大肆宣扬，你看看，所以人不能，心态一定要摆正才行。那可能是他的牙口不好吧，因为要嚼，你像粉跟馄饨就你就吸溜吸溜很快就吃完了，还是不够沉稳。怎么，他的汉堡跟他们的不一样吗？是多了片肉还是多了片菜？他不喜欢汉堡，这都是借口。作为一个比赛，你都参加了，都到嘴跟前了，你突然说你不喜欢，谁会管你喜不喜欢？他不擅长吃干的，那可惜了。那你看小包又能擅长吃稀的，又能擅长吃干的，这就是种子选手，没办法，你碰到这种天赋型选手，哎，努力都没用。叉叉再去修炼一下。你们说的我好想去看看，好搞笑。不过确实汉堡确实顶啊，一般人吃一个都行了，而且它干吧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先吃汉堡，再吃馄饨，然后再吃面，先把干的吃了，然后再去吃汤的，就是会顺畅一些。你们应该会有人剪 cut 吧，等你们这个剪 cut 的人剪出来了我再去补。你们很喜欢剪 cut， 哈喽哈喽，晚上好，一会儿去见识一下小包的吃功。
在我印象里，他就是零食吃的比较好，没想到主食也一样很优秀。但是也没有想到倩楠竟然比叉叉还要厉害。哎，你这个张家人，你这样，哎，夸夸夸，真的是。谢谢蛋饺饭的礼物，我不想挑战呀。不是像我这种有自知之明的人，我知道我不能赢，我就不会，我不会放狠话的，我参加不来。我要搁他们那吃，我第二天要肿死。我觉得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吃很多但是脸不会长胖，我就是那种吃很多第二天会肿胀的人。剩饭好吃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叉叉老吃中餐，他不太吃汉堡这种洋玩意儿，他可能吃饭吃面条比较在行一点。他们还有下一届吗？下一届我去当啦啦队，我可以去给他们加油，需要啦啦队的，不然没有人给他们鼓动这个信心，我得在旁边，对吧？哎呀，今天没在试测了，刚去看片了，刚去看恐怖片了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，你们这个解说仿佛是奥运比赛。主要他们，但其实他们这个是公平的呀，你因为就是有很多种类呀，因为他叉叉如果擅长粉，那万一小包他们谁不擅长粉，那不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你其实各个种类都有，这样就挺公平的。确实北方女孩蛮能吃的，而且女孩你知道吗，一般就是有两个胃，就她一个胃可以吃咸的，还有一个胃是可以吃甜点的，就哪怕她吃的再饱，但是甜食肯定还是吃得下的。三个木桶饭呢，这个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吃现在也是一种技能了是吧。这种比赛我不建议多举办，这个几个月来一次就行了，好怕他们吃出问题。哎，刚才说惩罚是什么来着，他忘记了。哦，脱衣舞，想起来了。好搞笑呀。那他跳了没？叉叉跳脱衣舞了吗？哎呀妈呀，这对于叉叉怎么能是惩罚，这是奖励吧。他应该很喜欢这个跳吧。哎呀，这是对他的是奖励，怎么会是惩罚，他喜欢死了肯定，我跟你说。哦，还没跳是吗？转一下音，我没有，我哪里狠心了？这怎么了吗？展示自己不同的一面，他喜欢跳舞的呀，舞王怎么会不喜欢跳舞呢？还行啦，这个惩罚还可以啊。天哪，这要是我立马要越过去了，绝过去了。他们性质还是很好的。哒
他们不是说是直播跳吗？哎呀，想一想还是蛮好玩的。啊，公演跳哪一场公演？嗯，惩罚的是我要去围观。我觉得下次应该可以搞一个奖励什么的，奖励机制也要给第一名有一个颁奖啊，对吧？惩罚要有，奖励也要有，这样子才会下一次更有战斗力。看失败者的推。笑死我了！我想一下，我们队的大胃王的话，想想除了小包还有谁能吃哦？好像也没谁了，确实找不到第二个。叉叉，我觉得他是因为长得能吃，他看着感觉很能吃的样子，但是实际上确实有点，哎，稍微有点逊色的，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我知道了，他是不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有新的竞争对手了，以前可能在他那些朋友里他不算，哦，他算是很能吃的。现在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就是对吧，来了新的这个选手，所以这个一下子压力要大的。因为叉叉吃饭很香啊，之前看他吃播什么就感觉好香，所以感觉他很能吃来。珊珊，哦，珊珊应该是吃，不吧，我珊珊应该不爱吃主食，珊珊比较爱吃烤肉，对，肉，而且她爱吃日料，好像我经常好像见她吃日料的那些。当当当，哎，我能吃啥我就能吃粉吧。我觉得我就是中不溜选手。延庆是辣条选手，好家伙，这辣条！平均一下，我们队的人其实胃口都不算特别大。而且人在特别饿的时候经常吃几口就饱了。我要是一个那种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人，天哪，那我肯定每次都是要战斗到最后的选手。我觉得他就是胃口好了，他因为胃口好心情好，对吧，你就愿意多吃一点。而且小包就是体力又那么的，我觉得他就是身体很好，因为感觉他很有力气，可能也是因为吃的好，没少吃。而且这个北方的饭菜就是它的量就是比南方的多，因为我家那边以前就是面就是
真的是盆子一样，盆儿一盘儿。但是后来我来了上海，发现就二分之一，我之前还嫌少，但我现在在上海待久了，我就能接受了。要搁这，我以前在我家那边都是吃不饱的。所以其实我以前更肉一点，我以前脸可圆了，可嘟了。我进团的时候其实已经都算很有肉了，但是就那都是已经瘦了一些的，以前更肉。对，我不算特别瘦的，我就是算那种微肉，也不能说微胖，微肉。我一般就是腿上和脸肉都多一点。我感觉我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挺瘦的，我的脸，然后呢后来过年好像就有点胖回去了。我夸我的眉毛，哎，眉毛画的好不好都是凭手感。他们说一般就是跟瘦的人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会变成易瘦体质，就是会传染的，就是而且朋友也是越待越像，就是有一种磁场。对，是会传染的。所以你们看，为什么很多那些宠物跟主人会越长越像，也是有原因的。但你别说，惨哥眯眼的时候跟珊珊有点像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有时候惨哥那个很迷离的眼睛，跟珊珊没睡醒的时候还蛮像的，蛮相似的。而且惨哥不难看，惨哥的眼睛很大，你们难道没有看过我给惨哥拍的美图吗？惨哥只是平常比较随性，不收拾。你好好收拾，给他找角度拍。好家伙，大眼猫，大眼惨猫，只是大家对惨哥有标签，因为他的图片美图太少了。如果他的产出全都是美图的话，大家就不会觉得他长得有点惨。你看，都是觉得他猥琐呀什么的，不是不觉得他丑。哎，本来不太理解惨哥猥琐，但是我前两天，我老在抖音上刷到惨哥亲珊珊的视频，哎，属实是有一点。把他给美到了。这惨猫还不是惨哥，还蛮粘人的。我就前两天好像刷到珊珊在那睡觉，然后他就自己扑上去了。这要是我直接就把他推床下了。啊，聚聚难道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也不是吧，聚聚一般不都是因为事业喜欢舞台嘛，
原来你们也喜欢，哦，这样子的，你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的。没什么，人之常情，能理解。哎呀，把握好度就行了。还行吧，我爱笑啊，我是爱笑的女孩啊。我控制不了我的面部肌肉，它总是想上扬，我也很难受。我想让它下去，但它就是想上去，我也控制不住。哼，什么自我介绍啊？放出来了。什么自我介绍？没有吧？我怎么会想跟惨哥交换一天呀？先不说他惨哥能享受到什么待遇吧，首先惨哥这个毛，他的毛发首先感觉不是很干净的感觉。惨哥看着老有一种蔫蔫的，你懂吗？就是感觉不清爽。我要变成他了，我都会有点嫌弃我自己。我还是想更想当布偶猫呀。我要么我当布偶，要么我当曼吉康矮脚猫。我没有暗示他不洗澡，我只是觉得他看着蔫蔫的。我这哪里是内涵，我不是直接我不是很直截了当的说吗？不是啊，你们不能曲解人的意思。说他蔫儿不是说他脏，只是感觉他看着蔫蔫的，对吧？又没有说实际上他不洗澡。对啊，爱叫猫腿短短超可爱，我就喜欢那种。对，你看为什么大家觉得它惨，就是因为它看着有一点说不清楚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它不好看。它如果很清爽，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它很，哎呀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没觉得惨哥丑，我觉得他很漂亮，我给他拍过美丽的反图的，我可是惨哥很有水平的站姐之一，只是我不太拍他，最近不太工作了，没有给他拍到美丽的照片。这个歌叫《错过》，一个网络歌曲。好香呀，这个。
他在那儿搞图片，正在搞大制作，我的图都要发完了，他还没发几个。Hello 啊，我有睡前路过，这么巧啊。他只是单纯吐槽，并没有觉得不好听。这也不是我的歌，这是酷狗的歌单，这不是我自己的歌单。我们两个的影子，因为我觉得很可爱。什么呀？哎，又说那话。我看到有人艾特我了，让我去看那个视频。怎么说呢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就大家就别当真，就看看就行了，就看看就行了，别往心里去。没他说的那么夸张，就不是大包间，是因为那个那地方，他就都是大桌，他没有小桌。就是一个很普通，就是那种一般人过年家里不都是会有那种可以转起来的那种桌子吗？就是个普通的桌，没有像他说的那么那个啊。对，小转盘。的光突然暗淡，谢谢微信世界的巧克力。嗨，哎，头疼。那个时候我跟咸咸子还没有那么熟了，没想到他心理活动那么的丰富。主要是我比较喜欢热闹，所以一般过生日就喜欢说大家一起开心一下。对，也就偶尔了，也不是说就是会很经常这样子。晚上好，几点了？哦，有12:01了。我明天得早一点起，我明天很早就要出发。下次圣诞，那估计不知道有没有了。火锅是可以点，但是。就怕我没圣诞，想给你们点都点不了，哎，可惜了。我也是呀，我要是能办圣诞就好了，还可以给大伙点个火锅，可惜办不了，我也很伤心。对，明天那个什么，明天我们
直播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形式吧，反正明天就是得收拾好过去，跟着大部队走。知道几点？官博有宣布吗？反正你们到时候看吧，应该有小伙伴，你们大家这个都说大手拉小手。玩儿就对了。那是他们卷，他们要拍 PV， 而且像我的话，我爸应该不会花很多钱拍这个。12点呀，12点分走哦，那可能是大家都到了才开始。我是觉得钱这个东西，少的时候就少点花，多的时候你就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一般是不会透支的，我如果钱不够，我是不会去透支，去用太多，因为觉得就是可能会很难还上呀什么的。难道你们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难道不理性消费？所以我不懂啊，就是明明没有钱怎么会，因为我的话我也想多花，但是我真的没有，所以我肯定就花不了。说明你们还是有钱呀，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咔咔就买，还是钱多呀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哎，我的腿，麻了麻了，拉拉筋啊！好家伙，好久没拉筋了，我的腿。想想充500万随便花，你是开心的。我在拉我的腿，好痛呀！我的腿这个筋儿，最近没太拉伸，腿就是很痛。尽想那些实现不了的，尽想一些不靠谱的东西，首先你就中不了1亿，所以你也不要想怎么去花，只会越想越伤心，最后还把自己心态搞崩了，你说自找麻烦。不能老白日做梦了。我觉得你在说我。咋，你也在想自己中了700万？我是不太会想。万一呢？那就先中了再说呗。
你有想那个时间你去做点啥，你就离你的钱就更近一步。主要是因为我爸爸以前也买彩票，他拿个小本本，就是每期都买，然后还找规律。我就觉得很那个什么，我说肯定没有规律啊，他非说有规律，唉，就浪费钱，特别的执着。我发现我爸爸是不是就是想幻想，我觉得我爸可能就是幻想。因为我们小区之前有一个人，他就是中彩票了，我不知道是中了几十万还是几百万，我忘了，反正是中了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自己也想去。但是我觉得你能中奖了，就是这个好运，你中了奖，但就把肯定会把你其他方面的运气就是又变不好。我觉得是守恒的。那我怎么就没有运气好过呢？那是因为你的福气在后面。我们都是越长大福气越好的人。反正每次这么想一想就能开心一点。对呀，我们的好运都在后面，慢慢的它不就来了？而且人生那么长，这才哪到哪。你们一般做事情是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了，还是说还是会斟酌考虑再去做？你们是感性还是理性？就是一般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，还是就是比较想自己？感觉你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深思然后再去做决定。看过也想切就切，那是因为你有钱，你想切就切。那有的学生想看个公演，他就得斟酌，没有零花钱可以看。你这就是大户人家。为啥你们老爱说自己小粉丝呀？也不知道是真小还是假小。我感觉我今年肯定事儿特别的多，已经有预感。这就是你心态的问题啊，对吧？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很厉害，你就心里不平衡，现在又觉得自己不开心了。
哦，是桥问题啊。不过确实，主要太近了，感觉观感感觉应该也很怪吧？那么近，有的时候我感觉，看那个座位离太近都不好意思看。无意中两双对峙的眼睛飘忽不定，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追星，反正是有喜欢的偶像，就是但是我都就只是嘴上说喜欢，我也就只是会看看他的作品什么的，并没有为他做过什么实际上的举动。我也不评论什么的，就是那种默默的，我觉得是我性格问题。不一样，我跟不是不一样，但是不是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白嫖啊？不是，我会买那个什么，我会买我偶像的专辑，会买演唱会去支持他，我只是不会就是去网上评论这种，就是我没有那么疯狂，我是很理智的那种，我就是会看他的演唱会，然后买他的专辑之类的，点点赞呀什么的，不，但是我不太评论，不评论，因为我觉得我评了也看不到我。所以我就不会说啥。还好吧，我这个人还是蛮理性，不一样呀，不太一样，就是偶像和歌手呀或者演员还是肯定不一样，看你这个是喜欢哪种类型。我觉得合理的话大家距离还是会比较近的。还好吧，因为我是那种喜欢他但也不会说一定想得到什么对应之类的吧，所以我就是，对，我就不会想要得到什么然后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就还好。你要看我的生活状态呢，如果我生活很繁忙的话，那可能就不可能每场都去支持他呀。哎呀，不好说，看跟他的羁绊吧。但我应该不太，我应该不太会，我不是很疯狂的那种，我是很理性的。主要是我也没有那个条件和能力可以去给他支持，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对啊，因为像我这种小粉丝的话，我没有条件和能力。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的图。其实也是氛围嘛，就看开不开心。如果就是发偶像，同时你有很多好朋友，大家志同道合，一起可能会更快乐一点。但是一个人的话就会有点孤单。哎呀，哎呦，镜子可以给我打光，哎，瞬间白皙了些许。
是这里的可能文化跟外面不太一样吧，不太理，哎，可能因为我没办法感同身受。为什么会一起很难变成朋友呢？那只能是说你们犯偶像的初衷不太一样吧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抱着什么的目的去喜欢一个人，然后小偶像吧。但我的话，我肯定是，就是作品吧。合理很难，确实，如果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，应该就会好一些吧。偶像不是说，可能是有些偶像可以带给他正能量，会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，也不是打发时间吧，就可能每个人放偶像的意义不一样吧。也是相互的啦，你们怎么看小偶像，小偶像给到的回馈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吧。小米果的蛋糕 ，Thank you。哎呀，我的假发片只能在直播里戴了，明天要变回短的。酱油漆，这是个啥？哎呀，很正常，这老粉新粉嘛，肯定都是就跟新人和旧人一样嘛。新的小偶像刚来的时候都是很有热情的，慢慢的可能会疲惫，所以就看自己如何调节。怎么会损发质啊？发就卡着不就行了？推荐，那你还蛮厉害，你这个是变相给身边人安利大家。视频，但应该不能算是 vlog 吧，没有拍得很完整，因为我们也没有，没有特别有意思，感觉我们就是，对，正常，我们就一直在拍照干嘛的，照片就够了，视频也就是美美的在那里转圈圈。庆庆应该拍了，你应该拍了很多吧，我给你拍了很多视频。
你剪了吗？剪了，当然了。你不是拍了？他拍了挺多的。年更又咋的了？很多小偶像都也有年更的呀，又不是说在 B 站要发展的。而且这种东西每个人有适合跟不适合，也不是别人做我就要做，对吧？你自己去摸索呗。要看适不适合，而且更新的内容我觉得也是要分情况的。就有些平台，就你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平台，你得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可能同样的东西放在抖音，哦，很多人喜欢看，那你放在 B 站就不一定。嗯，是这样子，看你出于什么目的去做这些视频吧。如果真的是想把它当成另一个领域去那个什么的话，那确实是要坚持。对呀，他那个张欣前辈。张欣前辈，还说成张欣了。张欣前辈，哦，对，也是。觉得他就是真的是热爱，再加上他真的很自律。都是我前辈，都是我前辈。辈分小啊。人是十三期，天哪！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出道，听到我是十三期下面，心想真恶心，我就。哎，这有啥的？前辈后辈也没什么的，大家也都没比谁，没有什么不同的。就只是时间问题呗。是啊，辈分最小。谢谢刚烈的礼物，刚烈的礼物。对新人欢迎啊，就是遇到新的人就要保持微笑欢迎。他送我礼物，我不可以笑吗？这是礼貌。那我总不能哭吧？谢谢第一只猴子的礼物。什么东西？这么突然？那我肯定不。啊，还有时间去他？谢谢第一只猴子的礼物。假笑女孩，十七期，哎呀，随你们便吧。反正这来来往往，这事儿我看得很明白，大家开心就行。放偶像，你们这个来来往往，我也来来往往，大家都一样，总会有喜欢我的人陪伴在我身边。
那些走掉的都是被我过滤掉的。只是说大家缘分还是浅。不紧张呀，我可太喜欢综艺了，也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录综艺。我平常特别喜欢看综艺节目。不紧倒是不紧张，只是就是到时候让我选拍档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到底写谁，就很那个什么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啊哇哇！我只是想找一个性格跟我合得来，舞台也合得来一点。你睡醒了呀？你瞧了瞧了，飞姐在这里直播。谢谢蛋饺饭的礼物，谢谢。没有很开心，我是尴尬，我一般尴尬就想笑。哎呀，我的话没什么，反正如果第一轮选不到，就在剩的里面再挑呗。反正总会配到的。我其实真没有特别的那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啥呀？好看的头顶分叉线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头顶，我的头顶，我头发脏了，该洗头发了。你们看我的头发，谢谢你是谁家的蛋糕。延庆也不错，哎，但是可能跟延庆少了点缘分吧。这次就算了，哎，可惜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身边人对吧，不差这一次，反正呢这个合作机会还有很多的。哎呀，我又不是不可以呱呱，只是如果哎呀就是能花也就择花，不能花再择瓜。谢谢木子的礼物。懂啥呀？哎呀，我没有想那么远，反正我就是想说找一个可以好好跳舞的人，然后大家能表演好节目就行。什么东西啊？延庆，你吃这个吗？不吃，我给你找。为啥不吃？啥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延庆。这是啥？我肚子为什么一直在叫？因为你饿了。火锅其实很好吃。但是太烫了。什么？我回来了，我在吃啊？什么？在吃个糙米卷？哎，这个叫什么呀？你们知道这个吗？芝士味的糙米卷，好吃。
啊，没有啊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该下播了。啥呀？没害羞，我没害羞。今天就是比较快乐。啥呀？啊？不是啊，我爱笑啊。你们说啥？因为我是爱笑的女孩。没有，我是傻笑，傻笑，知道吗？我提谁我都会笑。有点累了，直播有点累了。什么？没有，哪里有内而外？是因为我最近就是，因为我最近上升了，最近没啥事，最近很轻松。因为我的舞蹈学完了，知道吧？舞蹈学完了，没什么，真没啥好事，我惨死了，我肯定选不到我的搭的拍档，但是我的 vlog 拍的挺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恭喜我啥呀？我选不到，问。哇！主要是现在大家都太抢手了，我很被，我是我很难。主要是我选了，对方不一定会跟我互选，这也很难受。哎，但是当然了，我不在乎这些，努力让自己不在乎这些。但是我很简单吧，我就是想说，就是好好表演舞台就行。丁是猴子的礼物，炒米粉蛮好吃的。嗯，谢谢花开半夏的礼物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要出去玩？他们叭叭叭，懂啥呀？你们在这说啥呢？你们是不了解我，我就是我有问题，我平常我一般就是不知道聊啥，我就爱笑爱瞎那个什么。嗯，几点？12:37，再播一会儿走了。你们不困吗？在哈哈哈什么？不行，我是一个高冷的人，不能老笑。
也是个好吃的礼物。你边睡边听直播，那你还能打字，你也挺厉害的，看来还是挺清醒，还可以，看来你还得再酝酿一会儿睡意才行。嗯，妈妈咪呀，元气你在干啥呢？在看照片啊。他怎么还在看照片？我要下了一会儿。怪吗？不怪啊，我觉得你们刘海还可以啊，挺好看的。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你们觉得延庆留不留刘海好看吗？别问他了，没有参考性。我也就随口一问。好看，你说不好看我要生气，说好看我说的是好看的，没有，就是啊有呀，有刘海好看的，不同的感觉跟风格。谢谢你是谁呀的礼物，有点累。我吗？我反正留不了平刘海，我得露点脑门儿，因为我不露的话感觉就很傻。我一般留的话就会留斜刘海。了不，兄弟们，你们应该累的。得早点睡，明天要早起了。祝俺明天顺利。拜拜，晚安了。挂了哈。